这这下子能要了嘛？过来能够捞呢，得够着凶啦！有些生命切不年纪，这个怎么决定了？他这么的点嘛，我这么个木啊！
哇，伢儿家做啥活家好稳当呐，那保姆晒伤。你说了，搞这么快晒晒，个宝宝没出去，少估计搞注意力哦。稳当嘛，保姆晒啊。嗯。云彩，我们不是结婚了，个保姆多给哦。我大哥。你说你哥哥得上，慢了。哦，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哦，让车让个路嘛，没让得掉。这么多个就没得摸。人生个途，个小众别黑人生路上，人你们莫看他，你们看到的在，个体的容易高，个个体的大呐。我没了，我没得骨，骨头包啊！要领导姐，人家们忙到搞了，这算他，他吃了明菜，可你别得包根就先打到搞了，人家们忙就到我陪你家头搞包。你家老大哦，哎，没忙要好点咯。明菜，你刚说个到包没到给呢，你没到这，看到红木啊？到妹妹。那年头姐，我爬山都跟我山里猛摸的，我都搞容易孬呐。嗯。来，奶奶。我打个吊，搞我山里地孬。我山里猛摸都弄个多高摸，搞得容易高大了嘛。哦，得多高了。哎，小路，是不干好哩。那哪个行咯？姐，黑石洞不好了，你等到时间到了那天就就发现了那个了。一些啊，对呀对呀，估摸都也是我不老哎，我黑石洞冒出了，这里都不能那啥。你忙啊，不小个。嗯，你要小心了。不那个一些啊，嗯，是喏，古巴个是绝对小人物嘛。哦，好，跟你去接去多多走呗呐。要个啥叫一些大家了，专门嘛是不要，姑爷大家叫一些么，姑娘是哦。金木那说的。木了嘛。你的小姑娘了呐，别等到冲淡了。小燕，一些天我忙着做给露露的老师呢，搞啥子我做给露露。对嘛，过年吃啥子我做给露露，月底我做给露露呢，他过年吃不用过节药了，月底好多人是路上的，他是药的家头嘛，为过节都没人问这么药到呢。过年那些嘛，小燕搞起包了，还专门忙呢，找领导啥啥事呢，专门忙找别人帮的了。骨头哥哎，哥这一身都懵懵。大路了，哎，头骨是懵懵哎，懵懵在嘴中呢，哎，懵懵在你听到那些哩呐。懵懵哎，在你心里在领导。第二来了的，懵懵到我头那哎，你心里在领导，莫懵懵到啥？骨头哥哎，哥路懵懵的，哥这一身都懵懵要被弄。我领导到了吗？没得啊，但是那骨头直播的，小骨子木肉还多嘞，那都对骨子大个老那了，骨子叫一些木着骨子油啊，没得骨子都工业不接人到了，没骨子三个骨子没啥呢。我来当麻烦。
不要多。啊，那还包？你不包那多？你什么多呢？小燕，你回家呢？小阿，去包了。你上楼都多真的嘞。你要家木了些，你叫他们毛地先去开门搞呢。用那点，给他包了些哦。小燕，你要哪点？我做么不来？我叫你上楼去。我们叫我头呢，两天把头一掀了。我叫我头一点呐，我就只见我头，我头没草，我都没长是。叫我头都蛮倒晒，我头都去当风呐，我头一点真多，我都没长。说。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啊，我么不来，我么你上楼呗。哦，你个么不来，我上楼。他着了咯，我这点锅么不来，我么你上楼呢？哦。你上楼小燕都冇使，你去帮我某一天落针了，古天冇啦。我昨天啊，哦，就是热天啦吧，那古叫个木姐。小燕，将我涂了天了。小燕啊，将我涂了天啊，我涂得几包啊？姐，我涂唔几多？哎，我涂，白呢，不是白了，白呢。大姐去登峰了，去登峰顶了，你上哪？哦，搿就热闹点咯！家头古个木好吃木，头古个热好热呢。哦，蛮酷极了点。哦，来嘛，那个热一点咯。去包卡给木姐，还别说叫嘛都到。哦，知道，我念住，热些啥子呢？哦，热不到别闹太些啥。你那么提了，说你不打，跟着去到谷里了。就知道。哦。来，跟着去到谷了。哦，要去到地底喽。毛不在了。我不在个个国家，我不在了。我不在，我得去报家呢。我不在国家哦，我不在这个呢。穿呢，我得穿呢。嘿嘿，有那么不都给你写了？有那么有我那个行哦。嗯，去哪一些？去小西啊。那个呢，我家端着木木不认得呢，木木都是木龙狗呢，木木都是塔勒龙狗好听呢，我家端着木木要认得呢。一些啊，又搞了啥？一些。哎妈，不能干呐！那也没听，一些。那边的不晓得有，不
我一些逃不了路桥。嗯。是啊，老农。你是？哪家姐姐？一下，骨头高跳，骨头高跳掉了，个啥到得去了？骨毛里没蛋炒着个，个有个骨背个咯，骨硬多硬背的少一下。其实，个头得去哦，骨什么得去没得个了。一下，骨头高，头高大，那么毛路嫩毛，如果只啥个都窝里那种毛呢？一下，到苦果海里那种个呢，都要提高，那么天种毛了嘛？其实，哎，古都是帮呢，第二，要么对面那去就是，哎，古是开古小用第二，我听到没买，没买天窗的呢。古去帮第二，要么对面那去就是哦，他是嘛，古啥嘛，伊要搞是哦，只要搞没有，老板哎，老板天零点能蹲到没毛了嘛，没路子帮都没毛，第二没毛也蹲到，我吐了呢。哎，都是帮老板没个蹲呢，老板都要冲呢，第二都是帮没毛到边路，没毛都是路古了。哎，老板问到没毛那是嘛？那老板但不理解，我这个经常见老板没有，老板不白说的呐。一个正常看看，一收一收咯，这个都弄得起呐。可是这搞了我个都弄赚东西咯，可这搞了我个都弄都给个收点费咯。是啊，领导呐，古老那咯，要古老些说没毛事呐，没毛是路古古领事，天路没毛事。路是路咯，路就半年前没毛还着个弄白事，骨头高一些，骨头个低个开包，白一些，开木了嘛。古吉木那几时？我个吉木。几时？古都是包骨头高低个几时？骨头高结果些小眉毛。一些骨头高低掉，但他就弄路上咯，一几年木毛。一天木人家都要地下容易弄，骨头高至少多哩弄着个哦。几时？古都是包呢？对啊，古都是恁陪恁打，古都也没忙呢。不行了咯，古都起码跳舞了，小妹忙呢，也滚到恁娘，听啊，古些小妹忙了几时？古是干一些，古啥个耳朵木了，古啥老个耳朵了，木呐一些，木呐。几时？古是木呐。小猪。可同志们，个个啥的，个那都骨头老了，那不要。哎，你现在弄点啥？估计上上个台去啊。其实，骨头个呢，骨头得去包的，看到老板他那样弄，骨头个就骨头那样，骨些小面膜呢，其实。你想知道？你想骨头个了吗？姐姐，骨头哥，姐姐啊，骨头哥嘛，头哥等到那老母哎，我去找老李那种，我都怒啊！姐姐，别寂寞。以前可以包容我啥？那底下个脸都错的，骨头怒也容易炸了。骨头哥，哥只看到的骨头怒了那么了嘛？古燕秋多时，古木家秋多小明毛色几时？木了嘛？古燕还老，他爹祖母都没出息，他姐是因为他家生了骨髓呢。燕家忙忙的，阿东姐们做老了呢，红姐骨头一些一些在他家生老不要。你是要念你生老？以前你做些你都能老实呐，你都没骨头弄，老实大不了呢，就知道找个些个找的，阿多阿你做羡慕了。爹喽，还长得够多努啦，你今年多不脱眉了？这第一个年龄没恁在，别再见恁老套路里了啦。恁这么做，我怎么帮手解骨头了？用恁的干他，干嘛用去找你干年了？但是那个他们带你爸找你干，他怎么都有我干啦？跟我包好的跟你接种的搞嘛，我搞太跟你弄了呐，像你八招哎，两拿两下哎，两通再通起来，天莫名有人得嘛，我做好对嘛，侬那该主任姐做好得哦。你生了，现在要搞他了嘛，弄点能陪到照顾呢。搞都这么能搞呐，还是我搞房贷呢？搞什么在里古东那天咯？古东的老呐，让你上老呐，我做给人家我带路车呢，用你搞呐，到今年好过怎么给人家我搞呐？
我三下就不要摸那些平门碟了，都断到过了咯。你妈，我说我断了个钢筋啊！医生老啊，骨头过了吗？哎呀，骨头一些都还写了啥？